各位极客下蛋的粉丝们，晚好！我是极客小编，欢迎大家在开学的第一个礼拜三就上来陪小编一起极客 live show 哦。今年的过年来得特别晚，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小编一样，觉得今年的假期好像比较短，一下下就过去了呢？那昨天开学，大家已经收心完成，准备好迎接新学期的开始了吗？我猜应该很多人跟小编一样，心应该只收了一半起来吧。没有关系，还没收完心的粉丝们，这礼拜就让小编陪大家宅在家里打打枪战，收收心吧。那虽然呢长假已经结束了，但是这礼拜五马上又有228的三天连假，所以大家可以在三天的假期好好的休息，顺便慢慢的把心收回来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除了会陪大家在极客枪战里面同乐之外呢，小编今天还会陪大家打一下坦克战绩，所以如果等等想要上来跟小编一起玩坦克的人呢，记得赶快下去下载坦克战绩。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小编就会陪大家开坦克咯。那过了一个年，大家都被爸妈带出去玩，一定有很多人都很多天没有练枪战了吧。小编要赶快来验收一下，看看大家的枪法有没有退步哦。好，那我们今天呢第一场呢，小编要先来陪大家打一下占领模式。那我们今天要打的占领模式呢是蒙斯特后勤区。那小编先来，今天怎么感觉好友很多都没上来？没关系，那就先让这些有上来的人都一起进来同乐吧。好的，然后小编现在要到公屏上面来邀请，就是按佳佳的粉丝哦。所以大家如果想进来一起同乐玩占领模式的人呢，就赶快按佳佳咯，小编赶快来邀请你们咯。那我们就开战咯。然后啊，小编本来想说就是在开学的第一个礼拜三，大家可能就是都没有办法上线，可是刚看了一下，感觉上面好像还蛮多人在线上的哦。只是说好像就是原本加好友的这些粉丝，因为有很多粉丝是就是小编在过年的时候加进来的，那感觉上好像就是应该蛮多人就是过年加加之后，可是现在就是礼拜三没办法上线，所以就会刚才看到我的好友清单里面都没有人，有点可惜。好，那我们这一场呢来开始打占领模式咯。那占领模式呢，就为什么小编第一场先打占领呢？因为就是如果一开始就打这边模式啊，然后就是感觉比较吃技巧，那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生疏了，所以放了一个年，大家很久没打了，打占领模式的话呢，我们可以用团队合作的方式，就是还是有可能，哎呀，那有机会可以获胜哦！哎，谁打我？谁？可恶，现在好像中箭了耶 ！Well done！ 好，我看到前面那个人很凶的拿蒸汽坦克在那边喷人，哎，掩护我，掩护我！现在50%了，加油加油！在你成功的话，就可以马上得20分了。嘿，那边有个人，欸，你看到吗？幸好现在有点。刚才拿了就是暗影主宰出来，哎呀，可恶！幸好就是取得了中央占领权，那个已经取得了我的占据点之后呢，才被打死。好的。然后啊，刚才啊，就是小编还没上线的时候啊，就有跟大家，因为刚就是让大家等的有点久，因为今天就是网络一直有点问题，好像是过年的时候就是网络线不知道是压倒还是怎么样，所以刚才网络线就是一直连不上。然后小编姐姐刚刚就是想办法去请技术人员帮我弄了一条新的网络线来，然后才
紧急赶快上线来陪大家玩，不然今天就没有办法上来跟大家同乐咯。然后刚才看有人红包，刚才是骗人的吧？我刚看到有一个人说他今年红包拿了30万，骗人，怎么可能？今年小编的红包很少哎，因为就是今年的假期比较短，就没有办法就是跟爸妈去比较远的地方，去中南部拜年，然后所以呢就今年红包就拿的比较少一点点。可是如果放比较长的假的话，就可以去一点点吧，就可以去很多亲戚的家里。那刚刚拿30万的吓死我，是怎么样？大家一包都直接包10万块吗？还是一包就包10000块？那30个人也很可观哎、欸，应该是开玩笑的吧？对，现在我们目前34比9分喽，看起来今年开春第一发，真的吗？第一次跟我玩吗？苹果派将军，欢迎大家，就是如果礼拜三有空的，都可以上线来跟小兵一起接个 live show 哦，小兵很欢迎，就是所有的新面孔一起来加入接个 live show 的行业哦。刚好救到一个人，哎呀，可恶，被夫妇万岁给击杀了。Attack terminated。然后啊，就是哦，对啊，小兵要跟大家说，就是我们现在有没有看到小兵现在身上这件衣服？小兵今天特地穿出来给大家看看。就是这套衣服是免费的，然后现在啊，如果你想要免费取得这件套装，这件套装它是永久版的哦，只要你每天上来登录，然后你只要等一下，我先把这边出一下，再好好跟你们聊。嘿，看我厉害 ！Excellent。但是我也不进来，都是我的队友，仰慕一下，仰慕一下哦。我要把这个啊，可恶，竟然被终结了。没关系，我的队友赶快接力接棒来把它占领起来吧。然后啊，就是这套衣服呢，现在啊只要每天有登入，然后进来打一场，不管你是赢还是输，然后只要进来打的话，打一场连续14天都有上来打一场的话呢，就可以得这套永久版。哎，我想说可以救我就还死翘翘。好，然后那个活动是到3月10号，然后连续14天，所以从现在开始其实还有蛮多天，还有15天，15、16天，还蛮多天，诶，没有那么多天，因为今年228刚好有14天，所以大家要记得把握机会，就是赶快，就是今天有登录的人呢不要错过了，就是我相信你们应该过年的时候中间有登录啦，应该不用重新累积，所以呢怎么那么快就获胜了？我们这一队今天很给力哦，开春第一发就组到不错的队友。好的，然后第二场呢，我们要来就是邀请Twitch上面的玩家咯。那小编先等一下大家，今天的通关密语，小编刚刚太晚跟大家说了，今天的通关密语呢，连小编打了一下下。今天的通关密语就是迎接新学期，小编陪你收收心。好喽，小编要打到那个兔子上面，等一下哦，等一下哦。今天的通关密语是迎接新学期，小编陪你收收心。然后啊，等一下我们第二场要打的就是歼灭模式咯，所以呢就是刚才大家有没有好好的把手感给练回来呢？那我们一样会在蒙斯坦后行区里面来打这场歼灭模式，所以呢，等一下大家记得要带上就是适合打歼灭模式的枪哦，不要带错枪喽。好的，然后有没有看到通关密语？小编已经打上去喽。迎接新学期，小编陪你收收心。看起来大家都已经有收到，就是通关密语喽。那小编要开始来邀请喽。苹果派将军好像不小心又把你邀进来了，好，没关系。那看来今年新年的运气不错哦，小编再来邀请一下其他人。
好，然后小编发现呢，今天有野蛮家族的人偷偷混进来了。刚才就在推特上面有一个，就是说野蛮守护者想要进来一起打，小编就叫你一起进来同乐哦。不过呢，还是尽量不要手动，自己邀请自己的朋友进来喽。好的，那就在摩斯特后勤区的歼灭准备开战喽。然后啊，小编预告一下下一场，下一场呢我们要打爆破模式，就是因为就是大家刚开学嘛，所以呢，应该我相信很多人就是过年应该都不会窝在家里，所以大家应该都会出去拜年啦，然后或者是出去玩，因为今年的过年天气都还蛮好的，所以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出去玩，然后所以整个过年大家都没有上来就练习枪战，所以相信大家应该手感有点生疏咯，所以小编今天就是特别在每个模式等于是帮大家总复习哟。谁要电报我啊？星系狼人准雷啊！我天亮小弟，谁 number one 啊？是雅斯娜吗？好的，幸好刚没有让你们就是野蛮家族的人全部进来，不然我应该被你们电报，因为感觉就是你们是就是对手，很厉害，另外喷下去了吧？所以这就是蒸汽朋克的厉害，谁要电报我？野蛮守护者，来吧来吧，放马过来！我在过年的时候也是有偷偷玩枪战的，看我厉害啊！哈，不能太嚣张，所以就马上被你们电报了。没关系，现在目前呢才1-2而已，还有时间可以追回来，还早呢。然后啊，就是。天降小弟，不客气哦。然后就是过年，大家我们去哪里玩啊？就是今天啊，小编身边有很多朋友，好像是得诺罗病毒哎、欸，你们知道什么诺罗吗？就是会一直就是上吐下泻，然后好像会发烧嘛，然后会全身酸痛，好像听说就诺罗是还。传染病还蛮强的病毒，所以如果啊，你有发现就是你上吐下泻，或是有点小小的发烧，然后身体不太舒服，有点酸痛的话，要记得赶快去看医生哦，因为就是这个病毒听说严重起来的话还蛮可怕的，所以大家要记得多喝水，多洗手啊！被打死了，可恶！我刚才想说就是可以一边聊，然后就仗着我的队友会一直救我，然后所以我就是可以跟你们一边聊天。然后啊，对啊，所以反正就是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啦，身体很重要，健康是最重要的啦。嘿嘿，啊，可恶！现在目前是5-10，看起来对手来势汹汹。好的，所以小编太小看你们了，你们应该就是过年都有在练习，对不对？那你们过年都去哪里玩呢、啊？小编还蛮好奇的哎、欸，因为到处好多人挤人。就是小编有去宜兰玩，然后塞车其实塞蛮久的，然后谁狂打通关密语？小编没有得诺罗啦，小编我不是很喜欢收集病菌，就是感冒完之后，然后我也要诺罗，然后又收集诺罗。小编现在就是感冒是已经快好了，过年前还蛮严重的，那天除夕夜就是还一边帮妈妈打扫家里，然后一边有一点小发烧。可是过一个年之后就休息还是好蛮多的，就是感谢大家的关心哦。哦，去迪士尼展在哪里？去滑冰，滑冰是在绿岛，有人去绿岛。真的有人看我玩极客吗？什么乌鸦嘴？小编没有乌鸦嘴啊。然后小编当然有妈妈，小编又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什么小编有妈妈？小编虽然是80岁老奶奶了，但是小编也是有妈妈的。小编没有妈妈的话，应该是从石头蹦出来，那么就跟孙悟空一起当兄弟。兄弟，小编是女生，当兄弟，当兄妹。Monster kill。哦，对啊，小编是去宜兰，去宜兰礁溪那边走一走。然后有人去小巨蛋哦，是去那边看演唱会吗？对啊，小编80岁了，很老吧？Headshot。
去完迪士尼展，然后就回家玩极客吗？真的，有人来台北玩？小编好老，小编一直被说好老。对啊，小编上次就跟你们说我是80岁，你们都不相信，是吗？你们觉得小编现在几岁？你们每次都喜欢猜小编几岁？哦，所以野蛮守护者趁我在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偷偷电我，大家加油喽！目前是23-32，这么巧，加油加油，我们的队友小编没有，小编今天就是虽然说过年有偷偷的，就是也有玩一下下，感觉上大家还是有好好的在练习。啊，时间到了。分数没有追回来，不过没关系，我们的队友我感觉出来，就是这一场我觉得大家还蛮团结的，就是因为我感觉到我一直被救，虽然有死掉，可是我觉得队友还蛮努力的。好的，那我们呢第三场呢我们要来打的呢是爆破模式，然后一样是蒙斯特后勤区。然后呢，我们这一场呢，看一下还有没有人上线。哎呦哎呦，刚才就是讲讲，既有人上线了。哎，看起来是应该都没有打过。来看一下，我还要爱吃饼。哎，他们都在线上。好的，然后呢，其他的剩下4个名额呢，我们要把机会让给在公屏上面喊佳佳的粉丝哦。然后下一场我们再来用通关密语号。好的。随便来看一下谁没打过我。然后呢，刚才有个寒冷刺骨的，是不是要一起来同乐？我会再来，等一下小编等你，寒冷刺骨等你上线咯。在哪里呀、啊、小编现在没有看到你，你在哪里？赶快不要放弃，赶快再按一下，按加加或按什么都好，寒冷刺骨等你咯。真的没有看到你，在哪里？再一次再一次，有吗？你现在有听到小编的声音了吗？我知道有一点闲置，有吗？寒冷刺骨在哪？啊，好吧，小编，等下只好下一场来看看有没有办法要到你了，因为真的没有看到你。小编应该邀请别人喽。好，那我们就准备开战喽。好的，然后啊，就是爆破模式。爆破模式的话也是很讲究合作的哦，所以呢，等一下大家一样，就是记得不要各打各的，一定要好好的合作哦。哦，对啊，然后想不要提醒大家，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因为现在二月已经到二月底了嘛，然后二月比较短，直到28号而已，所以啊，就是要记得我们现在线上有很多活动，直到二月底而已。然后，所以大家呢，记得要把握机会参加这些活动哦，像是二月的限定套装《狂气公爵》跟那把连弩《紫电星群》。等一下，什么？你是不是偷带了摇滚史密斯进来呀、啊？竟然要让我跳舞、欸！啊，可恶，被击杀了，但是没有跳到舞，没有关系。在蛮荒之怒，小编的爱用枪哎、欸，好的，什么？哦，成功爆破的2分喽！再让我们第二回合开始喽！王者之战神成为炸弹持有者喽！加油加油！
然后小编没有不邀你们啊，小编超年轻，有点是我们的女神，真的吗？小编说是80岁，你们就跳舞吧，是谁？谁要我跳舞啊？ Well done. 前面要躲起来，免得你们等一下让我跳。想跟我玩吗？好不好？也要小编想办法，就是邀请大家。哦，对了，然后我们下一场啊，下一场我先来讲一下我们下一场通关密语好了。下一场你们想要打感染模式还是见面模式？给你们选下一场的通关密语。下一场你们想要打什么嘞？下一场我们把机会让给兔局上面的粉丝，你们比较想要打什么？你们要打见面还是要打感染嘞？好，我知道你们想要跟小编玩，等下小编尽量就是邀请你们，好不好？见面吗？见面，见面两票。见面，感染，见面，感染。见面啦，好，今天见面比较多。好，那我们下一场就打见面模式，然后下一场的通关密语就是即刻枪战，羊年陪你天天开战。好喽，再一次喽，即刻枪战，羊年陪你天天开战。Rampage。喽，通关密语小编打到屏幕上面。Unstoppable 是黄金晶晶灵。见面小编是要把小编歼灭掉吗？好啦，没关系，下一场我们再继续来打见面。小编这场没有命了。好，没关系，我们看别人打，那我就一边跟你们聊天吧。然后啊，话说回来，就是我们这一拜，就其实这一拜还蛮划算，你们不觉得吗？礼拜二开学嘛。然后礼拜二、礼拜三，今天礼拜三了，然后明天礼拜四又再上一天，就礼拜五就放假了，然后我就可以放五六日三天，感觉还蛮划算的。可是小编还没看气象不知道这个周末天气怎么样。就是因为就是开工的第一天就下雨，就开学第一天就下雨，然后就很担心，就说哈会不会就是这几天都在下雨？可是还好，像今天雨停，希望周末就是是个好天气。好，那这一局呢也赢喽。然后呢，下一场呢，我们要来打见面模式。然后呢，场景的话，我们来随机一下，我们就来让电脑帮我们选择我们的地图吧。然后一样是见面模式，随机地图。然后通关密语要记得打哦，是即刻枪战，羊年陪你天天开战。那小编来邀请喽，大家记得打上通关密语，就来看一下谁没有打过的哦。好，然后呢，就是小朋友尽可能的，就是在兔子上面看到有留言的粉丝，小朋友就会就是尽量点到你们。可是呢，就是有很多人跟小朋友说要上来玩，可是你们的名字小朋友都没看到哎。所以如果要记得，就是想要一起进来玩的人，然后要在公屏上面
记得，不然就是不要一直在推特上面讲话，就是说要我，因为这样子小编要不到你，一定要进到极客枪战里面的公屏，然后小编才可以看得到你哦。所以，完美女孩，你跑掉了，龙骑士。哎，好，开战喽！好的，然后呢，我们配到了地下水区，这张也是就是地形比较复杂的一张场景，所以大家准备好蓄势待发，要来电报小编了吗？小编不怕你们，放马过来吧！我看看你们都带什么枪，怎么挺住？带二女王有准吗？好，反正这次没有人要让我跳舞，就这次没有拿到。摇滚史密斯，然后小编今天穿这套，小编其实还蛮喜欢这系列的，因为觉得就是套学生服穿出去看起来就是还蛮年轻的，然后而且虽然说它不是那么的科技风，可是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安安哦，哎呀，等一下，我知道龙骑士 Steven 小编对你有印象，上次小朋友邀到你，运气不错哦。的羊年应该可以幸运的开运。嘿嘿啊！救命！好多人，危险危险！太好了！哭哭了吗，春娜？你不要哭哭嘛！对，现在目前我们只还落后了一分哦，那边有个地雷，小心小心！哎，有个人在那里，好厉害！看我好厉害！哦耶！太好了！哎，怎么瞬间又？多得一分了，现在2-4哦，队友加油加油，一起加油啊！嘿，春娜又被我打死一次了。好的，哦，啊，我血剩一点点了，完了完了，可恶！啊，救你一下啊！可是我现在血剩一滴血而已，超紧张的。剩一滴血也只能撑一下下，有点危险，紧张。如果等一下有人就丢一个异能来，我就死定了。呀，可恶！被杀人狙击手给击杀了，名字取得真好，来杀人喽！妈的，什么荒地王子？你又跑进来？你真的是换就是换账号换名字，真的是换不腻耶！真的是很讨假博，好啦，没关系啊，只是说你真的运气很好。Well、每次就是都会邀请你，就不管你换了什么样的名字，就是还会被邀请到。就是你很适合，就过年现在不是很流行去买那个刮刮乐吗？我觉得你应该会刮到很大的奖，感觉运气超好的。不过今年那个刮刮乐摊子有点恐怖哎、欸，就是小妹每次经过就看到一堆人就满出来的那一种，吓死了。就是好像过年大家都想要试试手气，就会去刮刮刮乐，不过也不错啦，就是过年这样才会热闹哦。顶峰间吗？是第一次跟小编玩吗？嗯，对，小编知道是第一次，因为对你没有。杀人狙击手，你是第四次，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我要把你们的名字就是 mark 起来，这样就不会一直邀到你们，不然这样子就是其他人有一点点可怜。就是很多人都还没有打过。好，你风间我知道你是第一次跟我玩。对啊。好啦，那玩很多次的人，就是小编只能说，就你运气真的很好。然后荒地王者，你竟然跟我说玩 N 次了，我真的是傻眼。不行，我下次也要把你那个。推特上面的账号记下来，就下次你说要玩什么，我不管你，我就当作没看见，我就没有看到，然后这样就不会一直邀请到你。反正现在目前是13-19，然后呢，等一下呢，下一场呢，我们要来打感染模式喽。然后下一场感染模式，我们要打什么好呢？算了啦，我觉得不要通关密语了，因为通关密语，我觉得现在好像就是。比如说打不到还是怎么样，我干脆就是按加加就好了，这样比较容易，对不对？什么啊？什么？你有去买刮刮乐哦？是哦，中了200块。
所以是那种一张200，然后中200，就没没输那一种嘛。所以看起来真的是运气很好的人哦，那还不错啊。现在我们落后了11分，我觉得大家过年是不是没出门啊？然后大家都在家里面打枪战吗？我觉得大家都超强的。我本来预计想说，哈哈，你们应该过年都没有在玩，那我就是有偷练的话，应该会比你们强一点。结果失算了，我觉得你们过年是不是没出去啊？那宝宝跟宝宝约你们出去，你们说、哦、不要，我们要玩即刻枪战，我不想去，是这样子吗？好的，时间快到喽，那我们现在要打感染模式，那这一次呢是没有通关密语的，只要按加加的就可以一起进来玩喽。然后呢，现在想感染模式，我还想一下，好像就是荒郊锯木场，大家比较会容易就是平手，或者是就是人类有时候赢啊，然后或者是不是人类赢，就是感染体赢，比较不会一面倒的感觉。好，那我们现在呢，大家还在聊刮刮乐，等一下啦，我们先玩啦，刮刮乐等一下齁。好，然后我们现在玩感染模式，然后来看看我们一样玩荒郊锯木场。然后小编来看一下没有，小编就是要仔细看，你们就不要再欺骗我了，不要再进来玩 N 次了，这样子有一点点，让别把机会让给其他人嘛。好，小编来看一下下哦。好的，按月赶快确认喽。好，
准备开战咯。哎呀，小编好像忘记换枪了。好啦，没关系，应该还好。我想说可以带太刀进来的，可是也没关系。好，希望刚才在推举上面说想进来玩的人呢，都有被小编邀进来哦。然后呢，虽然说就是有时候你们会一直讲，然后在这里洗屏的话，小编把你们 ban 掉，就是把你们封锁掉。因为有时候你们一直洗版啊，就是在推举上面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玩家，所以小编就会有时候真的就是发言频率太高的，小编就会把它封锁起来。再麻烦大家见谅哦。好的，好，现在先好好的躲起来。是不是很多人没进来啊？什么？这边显示3、7个，我不管了。有时候显示够快，小编再来跟营运团队说一下下。我刚原本以为有断线，看起来好像没有。安安哦，前输后输，看来快气流神来，瞬间就赢了，哪招？是那个吗？甘体小地球，你为什么离开战局？发生什么事吗？丁丁哦，跟小地球是不是？断线啊！你们检查一下自己的线路哦。就是有时候就是在直播的时候人比较多，然后所以就比较容易可能不稳啊，是怎么样的？那大家记得就是把效能开到最低之外呢，然后把其他用不到的程式都先关掉。前面是很性感吗？哪里？前面喉咙还有就是一些痰欸，要不性感吧？真的吗？你们真的是？就是太支持小编了，就是小编每次你们那么支持小编，小编都会觉得要更努力。就是再怎么生病啊，或者是再怎么辛苦，都要就帮你们争取福利。好，那边看到很激烈，是有人在开，那边看起来打得很激烈，感觉是箭雨下的。非常的频繁，刚宕机吗？丁丁哦，没关系，反正我们现在还有啊，来了，可恶，想还有时间。反正刚才就是还蛮多回合的，看来只有第一回合而已。我想这，哎嘿啊，可恶，血量不够，被你一抓就抓爆了啦。现在目前还有2个人类哦，大家赶快把这2个人类救出来。哦，小地球。抓抓吧，小地球，你还在宕机吗？哦，现在出一个人类了，在听前面的声音吗？前输后输。刚刚你说就是你只玩这一次，就是如果我不邀你就不玩了，真的吗？那么严重？好了，我把你邀进来了，因为刚刚有看到你在说话，把你邀进来咯。刚才导览吗？小地球，可能是想要让你逛逛这个地图，看有多漂亮。没有啦，开玩笑的啦。就有时候连线不稳的时候，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小编之前比较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后来就是线路有稍微拉稳定一点之后呢，就好像比较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有时候人多的时候，或是就是线路比较不稳的时候，比较会有发生就是转圈圈一直在导览整个场景的问题哦。咦，去哪里？感染体获胜咯。所以你刚才就是在捣乱的时候很傻眼吗？小地球好幸福吗？前输后输。好啦，如果有进来玩有开心就好咯，就不枉费小兵邀请你们进来一起同乐咯。刚才被小兵抓到吗？真假的？不是，因为被我以为你是被我邀请进来，所以就很幸福。被我抓到哪会幸福？被感染体耶，而且抓到应该就会痛才对啊，是不是？好，现在感染体应该在远方吧？要不会突然从后面冷不防的出现？他在远方，远方。现在目前只有2个感染体，所以应该是还好的。
然后啊，就是小编等一下下一场呢要来陪大家来玩坦克战警了，所以啊，是今天几个枪战，我们这一场要是我头跑出来了，没有躲好，刚刚蹲下的，刚就一颗白白的头就露在外面，就被发现啊！救命！我看了片箱子的时候还在动，还蛮好笑的。哎，神子裸男是有穿衣服吗？他为什么是有露台衣？可能是露色的衣服。他穿了什么衣服？让我们细看。哎，哈哈。那这一场呢，又是感到挺获胜的哦。即刻向上 online。弹珠射手，你们又玩弹珠射手是不是？弹珠射手小编也有在玩呢、欸。就是这一次他们出了那个勇者篇的人，我觉得还蛮漂亮。哎、欸，我是橄榄体，我来抓你们咯，你们去哪里呀、啊？哈哈，害怕了吧？弹珠射手还不错玩啊。就是不用技能吗？就是我活体感知。啊，可以。可以。哎呀，我受了诅咒了！啊，好慢啊，走不动！真假的十六运气，所以你是就是一直往上加，往上叠嘛？人类，人类，即刻枪战。不是我创造的游戏啊，即刻枪战是就是即刻枪战团队所研发出来的游戏哦，不是小编创造出来游戏，小编又不是上帝创造出来游戏，讲的就是感觉很厉害，没有啊，小编没有那么厉害，这是营运团队跟研发团队一起共同经营的游戏哦，所以啊，就是你们有时候提什么意见啊，然后小编有时候就是要帮你们争取的话，就是要去跟营运团队还有研发团队他们去做沟通，然后要跟他们讨论过呢，他们觉得 OK， 然后有时候是小编太鲁啊，就鲁他们，然后所以他们就会有一些福利可以给大家哦。现在目前两个人类躲在哪里啊？哦，感染体现在目前是两分领先哦，人类现在落后了一分，在哪里？怎么觉得今天时间过得比较快啊？感觉好像打一下下来，可是已经快要五点了、欸，已经4:50了。可是等一下还要跟大家玩坦克战警，所以等一下坦克战警可能也只能跟大家玩一场、欸。然后等一下就是大家如果要玩坦克战警，就是记得就是按开战才进来玩，因为那个如果我现在按组队的话，就是因为小编上次有试过，就如果按组队的话，可能他的那个强度，他只能用组队方式，他没有办法就是分你的强度去配对，然后就会变成那个强度啊有点差距太大，然后打起来就没有刺激的感觉，因为双方的那个程度差太多了，就是有的可能比较强，有的人比较弱，等级也差很多，所以呢，就是后来小编也是都会直接用开战的方式，这样他配到的那个强度啊才会差不多这样子。欸，谁跟我躲在一起？就是要跟我躲在同一个沙堆里面就对了。好啦好啦，一起躲一起躲。欸，头跑出来了啦，这样会被发现啦。那个变箱子不是更此地无银三百两吗？耶、欸，你暴露行踪了啊！你躲好啦，来啦，蹲下蹲下，这样会被发现啦。所以我掉比你们慢吗？应该是 Twitch 上面的延迟啊。小妹掉没有比较慢，只是那个 Twitch 上面很小。小妹的沙堆，可恶！我现在看到你们在暴露我的行踪，可恶啊！啊，我的血色21滴而已，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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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哈，前输后输抓狂了，我也被抓到了。好啦，没关系，是那个人类而已哦。所以现在已经这么快速了，就是7个人都变成橄榄体了。哦，好，没关系。想不到，也是很聪明的。
经由 Twitch 上面就是开台上面的那个画面来找我。小地球，你觉得集合枪最好玩吗？小兵也觉得集合枪最好玩。没关系啊，神赖，不用对不起啊，就是玩枪战就是好玩啊，当然有输有赢啊，就是所以没有关系。开放打逐格，打逐格是什么？逐格？小兵不懂哎，什么打逐格？就是它会延迟，因为那个 Twitch 它是连到那个国外的伺服器，通常小编都是连到新加坡的伺服器，因为新加坡稍微快一些些。上次小编好像连到美国的吧，就超久的，我觉得大概延迟了大概五分钟吧，五分钟就太久了，因为这场打完你们下一场来看到，那就没有办法就立即的跟你们就是聊天，所以后来小编都还是习惯会连新加坡的伺服器。好，第二名。就一边跟你们聊天的同时还可以达到第二名，感觉今天还表现得还算不错哦。丁丁哦是第一名诶，哦就是你，我刚刚一直看到你没穿衣服，我想说是谁就是穿得这么清凉，原来就是你丁丁哦。好的，然后呢我们今天的枪战呢就先陪大家打到这里，那等一下呢小兵要来打一下了，然后呢？等一下哦，小兵看一下，小兵先弄一下那个，先环境设定一下下。等一下哦，说了好像声音没有出来。好，然后今天呢小编要搭配的坦克呢是刚才那个就是刚才要带副武器是时光枪，然后呢要带的是重装雷帝，然后不是弑神雷帝哦，是重装雷帝，所以呢就是今天啊带这把时光枪出来呢就是要来给大家看看这把枪有多就是怎么样使用才会比较方便呢？然后这把就是现在开的这一台，你会发现它的行进速度比较快。所以如果就是在玩坦克战境的人，我发现说就是如果你的移动速度比较慢的话，觉得很厚重的话，其实你们可以改就是开这一台重装雷帝，它其实还速度还蛮快的。等一下哦，好，然后啊，现在就是你们看到小编现在发现这个很像那个雷射光速跑的，它是时光枪，然后时光枪呢就是那个死光光的死光，可是它不是真的就发射之后就让大家死光光，它就是那个死亡的光射线的枪。那为什么说是时光枪啊？可恶，太大意了。它就是因为这把枪啊，它射出去的线，它的特色是什么？它特色就是说，当你在射这把枪的时候，如果被你打到的人啊，他的炮管啊，就是会被锁定住。也就是说，如果啊，就是被这个超亮的，刚刚一团乱，怎么回事？就当如果被紫光枪的那个光射线给射到的话，然后你就会发现说，他想要转过来，他的炮管想要对准啊，等一下，可恶，啊，躲不掉，躲不掉，啊，被打死了。好，那其实呢，我觉得就是在坦克里面啊，如果遇到死角或者是只有单一路线的时候。所以就是当这个时候，如果你遇到的是死光枪或者是雷射光速炮的话，其实真的还蛮难躲掉的。那刚才是因为这路
线就是真的是太难以置信的表，不然其实以这一台就是以这台重装雷迪的话，其实它还蛮好躲的。怎么偷打一下啊，可恶，又被打死了。我觉得现在其实坦克战境上面的高手还蛮多的，就是小编有时候都会就是要练一阵子才有办法就是好好的达到很高的分数，不然都会是大概平手或者差几分那种感觉。好，等一下哦，去哪里？又看到，看我死光枪厉害，哈哈！刚才他的那个雷，他刚的炮管，其实在让我就是被我打到那个死光枪的时候，其实他是被定住的，所以他会一直很想转过来，可是他转不过来，这就是这把枪下的特色。可是我现在死光枪的子弹我只剩下三发了。所以等一下我们要省着点用，因为现在还有两分半钟的时间。然后啊，就是为什么小编现在就是会就今天要带大家来打一下坦克战境，因为我们都知道就啊可恶，一抽打我是怎样的。好了，没关系，就是因为已经开学了，然后我现在有很多人在玩那一点点小电脑，就是大家应该现在都有手机嘛，就是会手机，然后是安卓的系统，所以如果手上有安卓手机的人呢，可以下载这款射击游戏，很干净，也可以，就是让大家是可以练习一下手感啊，然后瞄准技巧，其实对枪战是有点帮助的。所以说，如果呢，就是可能平常没有办法上打这个枪战的人，就是手痒又想要赶快。射击游戏可以玩的话呢，就是小编还蛮推荐《坦克战境》的，因为其实上面高手还蛮多。就一开始就是小编也想说，啊，那这台坦克的话，应该不管多久，它应该没有什么技巧性。哎，我不行，我一定要专心打，不专心打的话，真的容易被打爆。我现在死光枪没有子弹，我现在只剩下就是七，就是标准机枪，然后下面机枪也只剩下六发。小编就是这一场就是运气还不错，打到了第一名。就是真的我觉得开那个重装雷帝还是有差，它的移动速度稍微快一点，要逃跑还是要追敌的其实都还蛮快的。好，那今天呢，哇，刚刚好五点耶，小编的时间真的抓了刚刚好。好，那不知道大家对今天的节目有没有任何的想法呢？那如果呢就是有任何意见跟想法，小编都欢迎大家可以就是建议给小编哦。好，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到这里了。那如果大家对于极客枪战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是意见，然后对坦克战境有任何建议，就是都欢迎大家可以提供给小编哦。然后啊，今天就是我们已经开学了，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在课业上面，在事业上面，在羊年呢都可以顺顺利利的。那一样呢，下礼拜还会有极客 live show 哦。那希望大家呢，就是下礼拜还可以一起上来跟小编一起极客 live show 哦。好的，那时间差不多了，大家要准备跟小编说拜拜咯。好啊，那希望下礼拜还可以再见到大家，可以哈，我陪你磨到五点咯。小编有点饿，想要去吃饭。好饿了，好，
那大家记得要保重身体，记得多洗手，多喝水，多休息。好的，那我们就下周三再见咯，拜拜。